Thank you.
安徽六安大喜婚礼向你荣耀宣布，新郎贾世阳，新娘阿宁，他们的幸福此刻扬帆起航。久等了，主持人登场了。这个世界啊，很大，大到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。这个世界呢，又很小，小到我们今天的世阳遇到了阿宁，就像遇到了全世界。就在此时此刻，看见大家一张张灿烂的笑容和期许的目光。来，世阳，今天恭喜你啊！哟，你今天结婚了，这手怎么这么多汗啊？有点热，有点热，有点紧张。那么给世阳打打气，鼓鼓掌，加加油。今天你结婚了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要迅速的回答我，请问你对未来的婚姻生活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真心 ？Yes。爱心 ？Yes。花心？能、no. 哦、你反应还快，快他跟我玩起洋文了，一看也是英文的能力也是比较好的。好的，此时此刻你美丽的新娘在哪里？门外。门外？门后头啊？是的。我当然拦不到你了。来，在哪里？满汉。满汉，哇、哦、真好。哇、哦、你把我整懵了。哇，满汉是不是在心里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说中文好不好？哎，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把温暖的目光投向幸福之门，掌声有请美丽的新娘阿林为爱入场。婚纱映着她美丽的脸庞。正一步一步走向属于他的幸福舞台。我想问阿林，他美不美？美。如果没，掌声送给阿林好不好？希望阿林丰富的每一天就像今天一样美丽可爱动人。世阳，请问此时此刻你美丽的新娘在哪里？我的心里。对，你的对面不再是 my heart。 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如果你准备好，请你昂首挺胸，大步向前去迎娶你。世阳呢，心里的浪漫要在此时此刻温柔绽放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丈夫，哈瑞尼吉达为你拉吉，哈瑞尼，干部厉害身体，saya suka kamu。我很开心，你从印度一下，就是我一直到非洲刚果、堪萨斯。然后生活，然后并且我们在非洲拥有了我们的宝宝，后面我们回到了你的家乡。非常感谢你一路陪伴着我，你是一个善良、有责任心、有孝心的一个姑娘。认识你是我的荣幸。然后呢，说今后的日子不管是困难还是简单，还是说平平淡淡，我想跟你一起走下去，你愿意吗？好的好的，谢谢。表白完了吗？
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眼睛在交流的时候，眼中有光，心中有爱。此时此刻，世良，你听主持人说，如果此时此刻你为爱单膝点地，你将换来是你一生的幸福。今日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忘他日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来吧，亲子间共同步入这神圣的婚礼殿堂。是呀，请问家人们的祝福够不够雷鸣？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。你怎么想还不够？好嘞，带着所有家人祝福，请你们相对而立。请允许我为你们翻开这份爱的誓言。新郎，看着你对面这位美丽的姑娘，你是否愿意娶她为妻？无论贫穷富有，顺境逆境，你都愿意她相伴一生，不离不弃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新娘，看着你对面这位帅气的男士，你是否愿意嫁他为妻？无论贫穷富有，顺境逆境，你都愿意他相伴一生，不离不弃。你愿意吗？会。你们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他们对爱情的忠诚与坚定。我相信呢，这也是我主持当中第一个国际的婚礼。你们的爱感动了上天，上天为你们派来爱的天使。你看，天使他来了。哇哇，这是一个大天使啊！来呀，该你下场了。你再小心翼翼的。正在寻找他们彼此爱情幸福的主人，来吧，有请新郎新娘摘取彼此的爱情信物，戴在彼此的无名指上。其实啊，无名指它本无名，就在今天呢，它有名字了，叫做爱人的名字。新郎新娘在为爱受戒，是需要大家祝福的，祝福的，祝福的。戴好了吗？好了，世阳，请面向你的老婆，面向你的老婆。此时此刻，请行使你的权利，以丈夫的身份，第一次拥抱你美丽的新娘。给我你。在窃窃私语，窃窃私语呢，我可能也听不懂他们什么啊，他们在说他们心里内心想说的话。好了，面向所有的来宾方向吧。今天呢，你们俩结婚了，听说有一个重量级的嘉宾要在这方舞台上坐镇良缘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新郎新娘的阿伯上台坐镇良缘，掌声有请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亲朋好友们，大家新年好！今天在这春花秋实的日子里，父母登喜台喽！换位置了啊！我要去站在儿媳的旁边了啊！嗨，来给小宝宝打声招呼，一点不怯场啊！来来来，叔叔啊，你知道这个环节是什么吗？啊，这个环节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
喜庆。喜庆啊，改口，你假午伞没带来？假午伞没带。没带啊，好嘞，叔叔阿姨，那个小宝宝一哭啊，来来来，好了，我们就是先喊叔叔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阿林，我们先喊叔叔啊，来，请面向你的阿媳大声的喊上一声。阿爸。哎。我来了。哦，哇，这是我主持以来。我主持以来最开心的一次那个改口了，爸爸，哎，我来了，哦，那你给红包呀？给了吗？老师还想再听一遍，来再喊一遍好不好？爸爸，我来了。哦，哎，好，你看叔叔一头的汗啊，来跟阿姨了啊，该到妈妈这边了，来喊上一声。妈妈，我来了。啊，宝贝，我。呀。你看也是国际友人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啊，那个喊的甜不甜？甜，甜比你甜啊。来，好了，有请我们的摄影老师来给他们来个全家。祝福送给我的好兄弟，要不要得？要得，要得！来来来，接过手捧花吧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是？
我们九月